那就是在医学上很多不知道病因的疾病，一般都会说是退化，不管是眼睛或者是这个脑部啊等等其他，大家仔细想的话，有很多部分医界还没有找到病因的，大部分都会被冠上退化这两个字啊。但是呢，几百年来医界学术界都在探讨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90%的部分啊。 所以就有很多理论，啊，最常被骨科医师引用的就是这个力量力学，啊，就是因为不当的这个压力，啊，造成这个局部压力太大，啊，另外也有人说跟遗传有关，也有人说跟女性荷尔蒙有关，所以为什么女性比较多？但是这些理论我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原因，啊。 尤其是在我发现今天要讲的主角内侧摩擦现象之后，它可以解释所有几乎所有的那个90%的病人，啊，也就是我过去二三十年，就是专心治疗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所谓的退化性膝关节的疾病，发现95%以上都跟这个内侧摩擦现象有关。 所以今天我是希望说打破两个很重要的迷思，第一个就是退化性膝关节是自然老化，啊，第二个是软骨不会再生，啊，这个都是错的。待会大家会听到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，这个就是今天讲的口语的，就是呼吸三三三。 健康增简单，就是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。它是来自25年前我的一个意外发现，啊，我成立了一个假说，然后经过15年的转移研究，那发表14篇论文，还有教科书专章，讲的是一个简单的创新的理论。根据这个理论发展出来的三个有效对策，就是。 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，啊，那这个病因就是大家每个人出生就有的这个内侧皱壁，它存在我们膝关节的位置就在内侧的关节囊有一个皱壁，用关节镜看就是这一片，啊，这是年轻的时候，啊，到中年以后它会变成像右边这个情形，啊，变厚。 而且被磨得虚虚的，那这是在换关节的时候把这个构造拉回它原来的位置，可以看到这个摩擦现象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内侧皱壁在这里磨下面的软骨，那这个是用关节镜直接看，直接看这个内侧皱壁在这边啊，去磨到下面的软骨。 软骨被磨得凹凸不平，啊，所以通常我都会问在座有膝痛的人，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会开始隐隐作痛，啊，就在你内侧那个髌骨的内下方，啊，这个就是叫内侧摩擦现象，它会产生什么影响？第一个就是软骨会被磨损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侧变窄。 啊，外侧这个比较宽，里面就是这一片啊，这个内侧皱壁在作怪，它在这里摩擦它下面的软骨，哎，到更严重的时候就会变成像这边这样，啊，就会变成像这个一样，啊，被整个磨坏。所以我提出来一个假说，就是说。 这个地方是被磨坏的地方，红色的部分是我们 X 光片医生注意看的那个磨损的部位啊。事实上，被红色的部分，我认为它是续发性的病变，所以从这边去探讨病因会找不到原因啊，应该是在上面黄色圈起来那个部分才是真正被破坏的地方。那这张照片也可以证明软骨并不是老化。
因为这是同一个病人的膝关节，他的内侧有这样的变化，但是呢，外侧还非常健康，一个六十几岁的病人，他在换关节的时候照的，所以非常多的病人在这种状况就整个关节被换掉，非常可惜。事实上他是可以被挽救的。所以在2002年，我就成立了一个专题研究室，集合了四家大学的教授一起分工合作，来研究这个议题，已经发表了14篇论文，而且写成一个那个教科书的专章，综合起来就是这一章非常简单的一个理论，这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建构的一个模型。那个透明的部分是内侧皱壁，我们就研究它不同角度的时候产生的压力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动态的压力变化，弯曲到超过50-60度的时候，它就变成红色，红色代表这个压力会破坏软骨，这个伸直的时候就没有，弯到50-60度就开始，所以这样的重复摩擦平均一年有100万次，我们膝关节 一年有摩擦100万次，所以就会造成直接的软骨破坏。那内侧皱壁这边因为被一直夹挤，就像我们的牙齿一直在咬舌头嘛，舌头当然就会肿起来，就会发炎，所以各位痛的时候都是这个皱壁被摩擦到发炎在痛。那它发炎的时候会放出一些化学物质把软骨破坏，所以这样造成的软骨碎片就会造成第三度的摩擦，就像眼睛有沙子掉进去，会造成这个正常的组织被磨坏，就是这三个原因让内侧逐渐破坏崩解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所谓退化性膝关节都是 O 型腿比较多，都是内侧被磨坏比较多，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那为了让民众了解，我们把它做成这个动画，让大家了解这个物理性的破坏，慢慢的皱壁一直磨，变成像菜瓜布一样，把内侧的软骨一直磨下来，这个是物理性摩擦造成的破坏。那另外那个内侧皱壁本身被夹击被摩擦就发炎，变成红红的这一片，它会放出一些化学物质，那这些化学物质就慢慢的腐蚀下面的软骨，这样大家应该就非常清楚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完全是这个摩擦现象造成的。那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，我让大家看了一下，看这个水的启示，这个是在2002-03年那个时候，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，到加拿大去 Toronto 去发表。在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，因为大家不知道我研究那个是要做什么用的。那在那个之后，我带着家人到加拿大中那个东西边这边一个那个国家公园，滨河国家公园去，大家应该在座很多人有去，这个是 Lake Louise， Lake Louise 的湖，看到非常多水造成的自然现象，它很平静的时候就像这个湖面一样，像镜子一样，像这个镜子一样，那经过几千万年会把这个山谷切，这个是冰河，在冰河大道上看到远处的冰河把山谷切割成这样，那在山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峡谷，峡谷被这个水切开，那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叫 Johnston Canyon， Johnston 的一个峡谷，那我到它的这个水边就看到一个那个诗人写的一首诗啊，在描绘这个自然的情景，我把它翻成中文让大家看。
在这不见天日的深谷中，只有冰冷的空气和潺潺的流水声。水和岩石是这里的一切。在这里，水时时雕刻着软骨，来雕刻着岩石，时时刻刻瓦解着岩石，并且不着痕迹地将它带走。那因为我在学会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重视，所以心情是不太好。但是看到这一句诗人写的话，那我就非常高兴啊，至少有人了解我的理论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把它改了。在这不见天日的关节中，只有内侧皱壁和软骨的摩擦声。内侧皱壁和软骨是这里的一切，在这里，内侧皱壁时时刻刻都在雕琢着软骨，瓦解着软骨，不着痕迹将它带走。所以非常符合我的理论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理论没有人会注意到。但是下一句更妙，就是他在讲结果。那这个英文我也不念了，直接翻成中文：峡谷的外形随时在改变。岩石似乎决定了小溪的走向，然而水才是主导者，它决定哪些石块该走，哪些该留下，是现在走亦或时机未到。大家应该知道，我把它换成这个：膝关节的外形随时在改变，慢慢的随着年龄在改变。软骨似乎决定了表象，但是内侧皱壁才是隐藏的主导者，他决定哪些软骨该走，哪些该留下，是现在走或时机未到。所以非常巧妙的去跟大自然的情况配合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今天要讲的 KHPO 的理论基础就是内侧皱壁是一个元凶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出生就存在，只是有些人比较大片，有些人比较小片，它会造成内侧摩擦现象，这个摩擦现象会产生一连串的临床的症状，就叫做内侧摩擦症候群，当然包括软骨的破坏。所以呢，每个人出生都非常可爱，而且经过很快乐的这个青春期，那为什么到年老的时候，有些人走绿线是还很健康，有些人走红线啊？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了解，就是这个内侧摩擦现象，当你忙于事业的中年青年，那个时候如果你膝关节弯得越多啊，频率越多，或者弯的速度越快，弯的时间越久的话，你就越容易走红色那一条啊。所以为什么女性比较多啊，跟生活习惯，这些都是已经有论文发表这些危险因子啊，都可以用内侧摩擦现象来解释。而且既然已经把这个退化自然过程变成一个疾病，这个内侧摩擦症候群是一个疾病啊，我们就可以有这个酝酿期、临床前期、临床期跟残障期这个一般疾病的这个四个阶段的分别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在这个临床期的时候，我就发展出用关节镜软骨再生促进手术，把内侧摩擦现象跟它产生的一些病变清除掉，在还没有到残障期之前，还有机会让红色的这个曲线转弯啊，让软骨慢慢的好起来。因为软骨跟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都一样，它会破坏也会再生，平常是处于一个平衡的阶段。就像大家的皮肤，你不要看它好像没有变化，事实上它随时都在更新，在脱落，在补新的啊。那软骨也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内侧摩擦现象造成的一些破坏速度超过它修复的速度，所以表现出来的是软骨越来越少啊。所以我们只要把那个病因拿掉的话，它修复让它表现出来，它还是有可能慢慢的这个修复啊。那这个就是用关节镜去做内侧那个放松术的一个关键手术啊。我们在很小的范围，大概一
一公分见方的小小范围做这个精密的手术，把这个内侧皱壁的远端清除啊，这边就是内侧皱壁一直在磨这一片啊，接下来再把它的近端把它清除啊，那最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做放松的手术，因为这边已经慢性发炎变得很紧啊，慢性发炎的原因除了它内侧皱壁本身重复发炎之外，最常见的就是医生造成的，啊，譬如说打针、打 PRP、打玻尿酸，打得越多的病人呢，关节就越来越紧，啊，我们开刀会越困难，啊，所以那另外就是做过关节镜，因为其他原因做过关节镜也会让关节变得更紧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造成那个软骨静态压力增加的一个因素。那最后就是做完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那这个已经放松了，而且那个摩擦现象整个拿掉了，那这个髌骨跟大腿骨之间已经有一个空间了啊，那个软骨的静态压解除，它软骨就慢慢会健康起来。那到残障期，很不幸，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的时候都太迟了，都已经歪到不能挽救。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经过整形，就要动到骨头，啊，动骨头的方式很多，有包括高位胫骨、截骨术、矫正，啊，或者是部分置换，或者是全部置换。那我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用关节镜跟这个重建手术的一些结果，啊，像这个病人经过关节镜治疗之后，三年半就反转了他的退化的过程，从左边到右边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从左边改善到右边只是一年的时间啊。那这个病人是三年，从左边变成到右边啊。那这是同一个病人的两只脚，其中这一只脚有接受关节镜治疗，啊，这边没有。那经过六年以后，我们去，他又回来说他没有处理的那边会痛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看看有处理的这边好好的，都没有继续坏，反而看起来更好。那没有处理的这边，经过六年以后就变窄变坏了这是一个自我比较啊。这是另外一个病人也是一样，他这边有处理，这边没有处理。经过三年，因为另外没处理这边又痛得受不了来找我啊。那有处理，用关节镜处理的这边并没有继续变形，还维持住，而且它也不痛啊。但是呢，另外一边本来比较好的角度比较好的，反而变得已经到负四了啊。通常超过负一、负二以上，就有可能需要做这个矫正的手术。啊，这个就是部分关节置换啊。那我们也有很多长期追踪的，像这位病人是追踪了八年啊，从这个左边变成右边变成这么好啊。那这个是十年的一个病人啊，也是这样，好，这样变成很健康的一个情形。他等下拿椅子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我们反转退化的一个过程，在2011年，因为那个时候。病人排了手术要两年后才能开，啊，所以这段时间他就慢慢就恶化了，哦，慢慢恶化，我们赶快把他找回来，哎，赶快帮他处理，哎，就经过了五年之后，他原来变坏的又好起来了，哦，哎，那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影像学的证据，像这个是核磁共振，在开刀前发现这里白白的，这个就是软骨的缺损啊。那2017年开了刀一年之后，这个软骨自己长起来了，哦，就黑色的部分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开刀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个缺损，经过三年它摔了一跤肿起来，所以我们有机会再进去清洗，
清洗的时候发现这一块软骨已经自己长好了，所以这个都证明软骨有再生的能力。这是另外一个病人，他非常严重的变形，但是他坚持要先用关节镜治疗。那一年以后，因为他的变形继续恶化，所以换了关节。换关节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原来处理的时候，发现软骨都缺损的地方，已经长出来一大片新生的软骨，所以这个就是证明说软骨它会再生。那这个观念也可以跟脚骨术互相配合，大家有听到最近在流行的脚骨术，事实上它是一个老的手术。那过去如果没有配合我们的关节镜的观念的话，它只能拖延时间。那这个病人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给他做脚骨加上关节镜的处理，把里面的病因也拿掉，那一直到现在他那个软骨都很好，都已经长出来，而且很健康。那这是另外一个病人也是一样，本来是这样，那我们把他矫正之后也加上做了关节镜，他的软骨也非常健康。那在做人工关节的时候，我们也配合这样的观念，把内侧摩擦现象也一起处理，所以病人的满意度也非常高，全关节置换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换了关节的病人就没有那个30%的不满意的一个情形。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变形，因为受伤之后也是换了关节，也顺便把那个内侧摩擦现象都处理，像这样病人看完都没有那个疼痛的问题。接下来看一下这几个病人的结果。李医师叫我说还要继续保养，他教我怎么拉，他说那个一天还要做照三餐做，他说早晚午都是要在脚要在拉筋，现在很不错了，现在我都不会痛，不会感觉麻麻酸酸的，不会。我手术还没三个月，我就去做气功了。所以他是非常满意啊，这个是他开刀前的 X 光片，那个是3年之后追踪的，那个确实，那个软骨原来破坏的部分已经有增加了，已经有长得比较多。那这位病人他坚持，事实上以他的歪掉的程度，我们一直建议他直接换关节，但是他就不愿意，所以在15年前，他那时候住加拿大，特地从加拿大回来让我处理。我现在已经1年多了，那他刚才给我压我的肌腱的力量，他说这个力量是100%了，已经好了100%了。至于说后面会抽筋，我最痛苦最严重的地方啊，现在1年多一次都没有发生。他说我的情况是什么样，我说我非常满意目前的情况，我打球可以打我一天可以2-3天打一次球，打网球啊打1-2个钟头都没有问题，打高尔夫球打1-2个钟头也都没有问题。那其他的做 garden 的工作啊，做其他生活任何事情啊，我都不影响。那只是他刚才也在提醒我，不要太激烈的运动。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提醒他不要太激烈运动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变形太厉害了。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变形不适合只用关节镜治疗，因为在早期还没有变形那么严重的时候，只是内部的内侧摩擦现象在破坏软骨，但是如果拖太久，用止痛药打 PRP 打玻尿酸一直拖到它变形的时候开始外力地心引力就压下来，就变成外部的因素也会加进来破坏软骨。所以目前像这样的病人，我都会建议他除了把内侧周臂拿掉之外，还要加上矫正，把骨头矫正，看是用人工关节还是用脚骨术。那他就非常坚持，他只要做关节镜，他不要放任何东西到他的
身体啊。那他大家也可以看到他非常有自信，说他还在打球，打多久可以打一次，打一小时都没问题。那他就这样一直撑了，拖了15年。那我离开到高雄之后，他现在还住院。他在上个礼拜，现在上个月，去打网球，他还在打网球，打到中间就脚就卡住了，卡住，他说不是痛是卡住了，就来找我，我就看他 X 光片已经比这个严重的很多变形啊，所以他上礼拜接受我们部分置换，把他的这个内侧垫起来，把它垫起来，目前还在住院。这个是他刚开完刀2年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有改善啊，或许是因为这样他太放心了，他还是继续去打球，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啊。那这个是那个英文老师，我开刀到现在3年，开完刀第一年的时候是很小心，所以生活的步骤还是慢慢来的。第二年的时候，似乎脚几乎都完全不痛了，所以对自己也比较放纵，就比较有希望，比较有冲劲，所以我的日子变得很忙。这2年来，我觉得我的生活达到了最高点，很有意义，我很喜欢这种生活，很忙碌，但是很充实，很快乐。已经过了15年了，我去年底有接到他一封信，他现在已经是当祖母啊，也过得非常快乐的生活。所以呢，这个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，因为我们对内侧摩擦现象的了解啊，发展出来的这个方案，带来新的希望，因为找到了重要病因，就是内侧摩擦现象，可以用微创手术去除病因。如果能够提供良好的环境，软骨有再生的能力。我前面举了很多例子让大家看。事实上，我们统计了大量的病人，也发现有80%的机会，软骨会慢慢的好起来。但是要及时治疗，不能拖到它变形的太严重。那我们如果及时治疗，可以扭转自然病程，避免置换关节。而且呢，用这样的观念来换关节，在换关节的时候多一个手续，把内侧摩擦现象清除掉，可以解除传统的置换关节只注重骨头矫正的部分的那个30%的不适应啊，也可以得到较满意的结果。那我用很公正的这样的方法，我不偏好任何手术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骨科医师会偏好换关节，会偏好做哪一种手术。那因为我们有这个观念，我们是用非常公正的态度去面对病人，以病人的病情来决定他应该治疗哪一种，接受哪一种治疗。结果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在2016年我总共处理了这个非常多的膝关节，大部分是用关节镜，901个膝关节是用关节镜就可以处理。那真正全部置换的只有83个病人啊，83只脚。那部分置换的是246例啊。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比例才是一个正确的比例，就像治疗牙齿蛀牙。理论上应该洗牙，那个保养应该最多，然后做牙套是第二，植牙是最少，是这样才对啊。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比例，也就是说人工关节比关节镜是1:3，这个是在我们关节中心的比例，而且换关节的部分是部分置换的比这个。全置换也是3:1，大部分都只要换一部分，病人的痛苦也比较少，而且换了之后也比较自然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资料，全国是倒过来啊，很少医师在做关节镜治疗这个病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，他们做的关节镜只是冲冲洗洗，并不是针对病因的
关节镜，那个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所以他们也不做得很多，偶尔做，大部分都是建议病人换关节，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全部都换掉啊，连那个好的骨头也都把它切掉啊，所以这个有九倍的一个差距啊。那可是呢，在医界要推广这样的观念非常困难的，那病人当然是希望能够保留关节，所以过去几年就大量会集中到我们这边来啊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么多的病人，所以我就想到有没有办法可以经由改变模式及早预防，就是今天的重点，要教大家自己膝盖自己救啊，因为要找骨科医师的时候，大部分都会建议要换关节，或者打 PRP， 或者打玻尿酸等等那些拖延病情的治疗方式。所以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变行为模式及早预防？也就是在这个酝酿期跟临床前期的时候，我们推广这个智慧呼吸保健。所以下面我就来讲一下这个如何保护膝盖。大家在网络上可以看到非常多似是而非的讲法，跑步对膝盖伤害很大，对膝盖来说游泳是最好的运动，骑脚踏车不伤膝，室内脚踏车很方便运动，这些都说对的请举手。大家都在犹豫，因为我前面讲说似是而非，坐车开车很舒服不伤膝，爬山爬楼梯很伤膝盖要避免，平地健走不伤膝盖，少做长时间蹲跪的运动的动作因为很伤膝盖，长期坐办公室不会伤膝盖，蹲式厕所比坐式马桶伤害膝盖，女性骨盆腔较宽下肢受力不均运动易伤膝盖。所以资讯非常多，但是模棱两可，大家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啊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知道道理，你才能够记起来，才知道要怎么做。所以我等一下花一些时间来讲这个。